面也可以介绍我们店内的一些招牌商品。对，那前面四页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套餐的部分，那前面两页是双人套餐，那后面两页的话是一人套餐。那如果说你们想要吃一些比较精致一点的商品的话，也可以用全餐点的部分。那像我们牛肉类的话，招牌商品就有精选牛小排，或者是锦上添花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ー。